好，晚了一点，一分钟，因为我刚刚在跟同学就是在做报告。盘腿坐。Hello， 谢谢笑笑送的列车旅行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他们有气质，谢谢。这就是我那个上次发的那个文，今天晚上吃水饺。星星永远发着光，我也会在你身旁。是我们的那小小飞扬是真的。Hello， 不是韭菜，我是吃玉米跟韭黄。星空啊，团圆满人演唱会前吧。对，扣嗓很厉害耶，都观察得很仔细。没错，有偷偷点了泪痣。玉米水饺，绝。对，对，蛮明显。这就是我那个，这是我上次拍照穿的同一套。看我今天的眼妆，怎么感觉？这怎么感觉有开滤镜？可是我好像没开滤镜，有点太亮了吧？陪伴你身旁。星星永远发着光，有点怪怪的。什么叫怪怪的？哦，怪好，哎，怪笑笑，请一次打完所有的字。代表我们的力量。妆比较厚，差不多了。好像应该是灯光问题，可是真的感觉好像加了滤镜。光线偏黄，好像这个买的就变好看。星星永远发着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晚安晚安，今天是礼拜四呢。下一天就又要放假了，就要放假，对，放假了，就要到快乐的六日了。业配，哎，会的会的，不用着急，太好看。我现在的今天的眼妆还蛮好看的，请自近距离观赏我的眼妆。哇，点燃了。我没有觉得最近真的是就是网课反而更多作业了，而且我每个礼拜四是最忙的一天，就是满堂，每一节课都要上。气质主持，谢谢平均。太正直。对呀，网课反而真的会变比较多。对，而且竟然要考试，哎，要考线上段考，天哪，真的网课真的有变多。
我都不知道要考线上段考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考，反正就是老师说要考，我也不知道是线上考，我真的是吓，我今天听到的啊，要考，竟然。侧路我其实不知道哎，而且第一个得知要考试的科目是历史，哎呀，对，该考的还是躲不掉，对，主要是因为得知要考历史。不就可以做也不行啊，而且我觉得线上考一定会考更难，因为老师呵唉，对，我又是历史小老师，我第一个得知这件事的，我感到非常的无望。对，都是考选择加持的，一定开始训，应该对，应该是开始训的，就不啊，不听不用考，羡慕。翻书好像是就是开书考，所以既然是开书考，代表一定就是考更难，很绝望，顿时感受就是蛮想去学校。对呀，开书考一定更难，对不对？不会一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绝对不会。我已经摸透老师的，老师想要做什么，他就是考想要考很难的东西，难倒我们，太过分了。对 ，Open Book 一定超难。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对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，我也是。那你看，对 ，Open Books 哪有什么算好？而且历史老师一天考特别难，哦，还有三周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考哎，老师没有说什么时候考。而且我们历史老师是超级厉害，他，昨天把所有的都上完了，真的是很厉害，超级厉害，已经上完了，就是很聪明，唯独历史不行。就是他上太快了，就是这样念就没了，就我有时候才刚看，就刚翻到下一页，正准备要画重点，然后好下一页，哦，下一页。下一页，我这一页都还没看，考前复习，没关系啦，好好自己看一下，希望不要考太差。我没有谎神，我没有谎神，我真的没有谎神，是不是快？还没有啊，还有一个月呢，没有预习，没有，这的确没有预习。现场点对。看看扣场回答还是满分，要顺着我的话这样继续延伸下去。历史老师搭配影片，然后一个月是啦，是很快。Hello， 公主打招呼方式，你们知道吗？公主都这样。Hello， 晚安，太监。晚安。对，我平常都是这样的，我不会这样，也不是。
新桥打招呼方式，对，公主公主都这样打招呼，但是我平常都这样，什么嘟嘴，笑笑笑，还是对嘟嘴，嘟嘴有特别的执念。只欠我大姐执着，没错。相拥那是我怎么施压别人的好问题，我来想想，公主一般都会怎么施压别人呢？公主应该就是很有自信，对，首先要很有自信，就觉得啊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对啊，公主不用施压，大家就会听她的啦，公主根本就不用施压的。对啊，公主不会施压，公主根本就不用施压。什么？不需要施压哟，不需要吧？我们都公主对吧？没错。相拥那是我。话说我们刚刚我在做学校报告嘛，就是我们要预先录影，然后明天上校本课的时候要播放出来。结果我们光是研究那个录影，就研究了很久。然后我刚刚在就是要录影，结果我麦克风就没声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就用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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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叫我爸爸来帮我，他也用了很久很久很久。然后才把我的麦克风救回来。今天录，明天就要放出来，还好啦。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们报告都已经做完了，只是要录影而已。是指定录影软体，我们是用 Google Meet， 但是它就是那个不让我们，什么 Meet， Google 底线 Meet。他不让我用，对啊，然后刚刚他们还在研究，我说晚上直播了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是只有老师跟公司的才能录影，像我们这种平凡的账号就没有办法录。公开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再忙挂一下。我就他们知道我今天要直播，我原本要在直播前录，结果没有成功，所以要等我直播后，就等我等一下下播然后再录。晚安。他不缺这点广告，哎，的确是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说什么都要小心，什么都要用底线，那个，自动消音。不常用这个，晚安，天天哦。哦，对，人家就不用担心。选择性听不见，跟截到封图，选择性删除这样子，就当做哎不记得这件事情。直播真的太容易出现崩图了，尤其是网卡的时候。我们要不要来聊聊最近做了什么呢？好像每个礼拜主题都是这个，我们来闲聊一下，大家最近有做什么呢？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大家？怎么截都不保，扣场太厉害了，永远都是标准答案。线上听演讲，风图相对较，哎，美，谢谢笑笑。买身啊，对，大家买，我明天应该会发文。
不知道干嘛啊、我也好想放一路删掉，没错 Cantino Good。 明天我就差不多三天啦，不然再下一次也可以，我都行耶，因为我都准备好相片了。哎、欸，大队，我还没吃粽子，别人的生日礼物，什么生日礼物？在准备什么？要不要透露一下？九队，你说起来好难过，刘海长到看不到路，我的刘海还没有那么长。但是也有点长，我把它卷起来。但今天卷的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只花了我一分钟，瞬间卷好就是开播了。哎，不哎，太厉害了！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一直这样夸我的话，我会那个变得太有自信。变狗啃，我都自己剪刘海哎，可是男生的刘海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是比较厚一点。我这种就很简单，就这样就剪掉。有自信，哎，太难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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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，不要一直夸我，我会没有办法接受。像我以前妈妈，她会说：“啊，你今天好漂亮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夸我，因为我会觉得很害羞。”我会没有办法，就是听这种，太好笑了。说好话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像我妈有时候会说：“你现在已经很瘦啦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不能说我很瘦，你要说我很胖。”阿寇他们，都有。是个好孩子。我小时候是那种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变化吗？啊，真的吗？你们觉得我小时候？对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怕有盲目的自信。你们觉得我小时候跟现在差很多吗？不能并存。有变很多吗？我觉得有点变哎、欸。那个照片，子萱怎么那么变？还是有差，我也觉得有点差。水汪汪的，长大是幼稚哎、欸，你大十八变，稍微瘦一点，婴儿肥没有，婴儿肥还在，嗯，看出来吧。一点变化是小时候很可爱，那个照片是我妈妈很喜欢那张照片，就是我发的那一张照片。变小很多，有啦，真的有变小，我有看之前的照片，真的有变小一点。希望呢18岁19岁20岁我的脸就是这样子哦，直接尖下来，太棒了。太瘦不好看吗？他说我好看啊，就是360度无死角，永远都不会有胖的那一面。可爱，因为是可爱长大，也是很可爱。瘦下来，这样。我只是脸圆，没有。我在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。男团他们体重之后，我开始感到非常的羞愧，就发现我真的太胖了。像鹅蛋脸，对，
想要。对，可是这样长不长不了食物，嘟嘴就可以。但是是真的，好像真的可以显脸瘦，嘟嘴真的可以，就是因为这里会凹下去，真的会显笑会显脸大。而且我以前五字，我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有到五字头。小阿飞还是别剪了。哎，子萱居然没有顺势嘟嘴一下，我已经看透笑笑的套路了。炸鸡还好，我对炸鸡比较还好。已经是从墙便秘了。冰淇淋喜欢喜欢，都喜欢。炸鸡也不是不喜欢，是因为前几天才吃的，就觉得有点腻了。而且前一阵子真的是每天晚上吃完饭，然后因为家里有买那冰淇淋，然后就会吃一口来吃，挖一口，挫折感好重。笑笑，你太常说了，我现在都已经看摸透了，就腻了。对，冰淇淋红茶，我好久没有喝了。对对对，炸鸡就是偶尔吃就会好想吃炸鸡哦，然后吃一次就好，差不多可以等一阵子再吃了。前几天吃过一个，你们那是什么笑脸？没那么容易变胖。对呀、啊，冰淇淋红茶好久没有喝了，前几吃过，然后今天才在那边上班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大家很久没吃炸鸡了吗？等一下就可以打开你们的手中的 APP， 点一个来吃。想当年，我也是很容易被骗的，单纯的子萱。像哦，吃烤鸡，都很知道。我感觉我最近真的是把所有的美食都吃过了，已经没有什么感觉。我刚刚才吃一块炸鸡的，我也是刚吃，而且我是美式炸，我不太喜欢美式炸鸡，但是我们家有点美式炸鸡，然后韩式炸鸡也吃了。然后 BTS 套餐，我知道这个，但我没有买。对，那家有那个吗？有外送吗？我不知道。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想想，帮我送炸鸡，真的要吃炸鸡了吗？男品有没有服？嗯，我吃到他们，你是等一下，我有点忘记，你是吃中辣还是小辣？小辣真的不辣、啊。鸡汤喝了几次？我妈妈有煮红枣，什么鸡汤好像是。公馆，对，公馆的真的比较辣，公馆真的比较辣，真的真的，真的不辣。什么叫天真？对对对，就是台电大楼那个，那真的比较辣。那个我吃到就是哇吸鼻涕，但是很好吃，就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辣，直接咳。对，我终身吃中辣，可是中辣对我来说也是有点辣，但是我跟我朋友去吃，他完全没有觉得辣，天哪，太厉害了。对对对，中山有饮料，然后那个台电大楼那个没有，真的是我就是吃完之后就啊天哪太辣，然后走又去逛师大夜市的路上就有饮料店，就买了饮料。我想我买那个仙草牛奶，好像是仙草牛奶，简直是灾难。笑笑有去吃吗？可能我朋友以为我要在玩，
有啊有啊，那个中山的有不辣的。原来笑笑也有去吃，味觉麻痹。我最近有在越吃越辣的趋势。对对，如果要去台电大楼，真的建议，强烈建议带水或是带茶，那种要冰冰的，冰的比较好。太极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极。拉面我忘记了，就同一边，然后往内走，好像是一个转角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我太久没有去了，现在都没办法出门。我朋友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出门了，非常的厉害，超厉害，他比我还要厉害，他完全没有踏出家门任何一步，而且他的那个阿公他们就住在楼下，结果他也没有回去找他阿公他们。还有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定有看的，我都会去看，如果有标注我的话，除非我那天可能有点忙，没有登账号的话，才会没看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对啊，好久没有了，不觉得是一个月也还好，是啦，对啊，但是我还是有出门，也不爱出门。对啊，我就觉得。现在就不要出门，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，待在家里好好放松。虽然我也没什么放，哎有啦，还是有放松。现在就可以晚睡一些，晚睡然后一直看影片，太幸福了。反正我很宅，我是要宅的时候可以很宅，然后要出去玩也可以很一直出去玩那种。对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就是尽量都不要出门。刚刚台下上头，玲玲太厉害了，你快一个月了，阿玲，时间还是，对，这个真的很可惜啦，但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没办法预期的事情。我们也以为可以办 Asian Festival， 太可惜了，而且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而且我听说我好像没办法，我是不能打疫苗的，是不是我这个年纪是不能打？觉得很可惜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好像吧，哎，不是吗？我记得是不是有规定，就是几岁以下都不能打？没有不能哦，没有不能打。好想问，没事，我会乖乖待在家里。比较后面哦，20岁以上的，队友分类比较晚打。加油，我会健健康康的，好像有关吧，成人测试，嗯，听说的，我也没有很关注，只知道现在就是尽量不要出门，乖乖待在家里，出门的话戴好口罩，不能哦，真的还有真的不能打 ，BT， 嗯 ，BNT。对，反正不管有没有打疫苗，都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感，不要生病了，大家绝对不要生病。对，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见面，两岁小哇，期待下次见面。真的好久不见，我们什么时候见的啊？5月吗？5月几号啊？感觉好久了，还真是4月、5月。哎，对，哇，好应景哦！这首歌，看看，这首歌，我想你了。然后他们这首，他唱这首歌是也是那个地方疫情很严重，然后很久没有见面。哇，一样哎。哦，母亲节，对，母亲节公演，哇，已经一个月了，
没有办法。要是不知道，希望赶快好起来。现在还没见面，好像是一个月发生很多次，真的。而且都不知道没办法回学校。原本那个时候我以为就是因为礼拜一有请假，想说一二就不去学校，然后礼拜三再去学校考试。结果呢，我礼拜一请假完就没有再回去了，而且什么东西都没有拿，像是逃跑的那种感觉一样。但是也还好，大家在家里，看看剧啊，就弹弹琴啊，玩玩音乐啊，做运动啊，就好了，很快就够了。像我就是早上上课，早上下午上课，然后下午到晚上就是练练琴，看看综艺，很快就过了，已经快一个月了。报仇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看完一部剧了。很快，我三天看完36集，超厉害的，我好佩服我自己。三天看完36集，真的是觉得我自己好厉害。对啊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看综艺，对，看综艺很花时间。我追剧的速度真的超厉害的，而且其实我可以。不用到三天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更新，我在等它更新。我没有上课偷看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上课偷看，我是很晚才睡。我是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看，一集40几分钟。但是我是那种会跳，就是会跳我不喜欢的片段，然后就会跳跳跳的那种人。好，这不是正确的追剧方式，但是我就是会忍不住。会跳过两三天才追，我也是三天追完呢。年轻人有，我有睡啦。对，礼拜四上课最辛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4点，没有那么晚。我第一天很晚睡，然后第二天就受不了，我就也是差不多正常时间睡，就不用说追完了。追完了，我都知道结局。就是我就是想看男女主角跟二男二女的那些片段，那其他片段就有些都跳过，不是跳过，就是快转。大家最近在追什么剧啊？电影吗？电影还是追剧？不是只看结局啦。50集30分钟要一个礼拜，好好就会从有，我也会有时候地方会跳回去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快。我没有只看片段，我只是把一些我不想要看的地方然后跳过。哦，哇，这个也是蛮特别，都看日剧。你们看了，我都没有看。好，大家应该不知道我看什么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说，我看那个月光变奏曲。我觉得我的这个剧名跟你们的 level 就差很多，所以我就有点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信伟，哇，信伟好棒。看流星，哎，月光，哇，啊，没看。请问笑笑，你在激动什么？哎，我以为你看过，可以来聊了。不是台剧，是陆剧。对，妹妹也在看，对，他，我知道他在看，我有跟他，我看到他在看，我有私讯他。然后我就说，哈哈哈哈，我看完了耶。妹妹已经
陷进去。我是月光者，逃离，我没有爆雷。啊，没有认识的，男主角跟女主角都很红哎、欸，你不知道丁禹兮吗？就是那个陈芊芊，哎，太难过了。然后女主角是虞书欣，虞书欣你们不知道吗？就那个哇呜的那个，看来真的不知道。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一个编剧，女主是编剧，男主是作家。啊，大家应该不会有兴趣的剧，这就是给我这种保留着少女心的人看。女主角是，哎，我也想要。好的，讨论不了。虞书欣真的，她很可爱。好了，至少大家现在都知道小宋是谁。虞书欣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没有少女心，没有，其实大家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少女，大家但不要觉得自己是男生就没有少女心，其实你们都有少女心，只是她在你的心里的抵触，看你们要不要挖掘她。对对对，虞书欣到了，知道小宋，嗯。对，其实大家都有少女心。对，每个人，你好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少女。首先，对，搞不好我也有大叔心。那你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大叔心吗？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大叔心。听起来很好听，看偶像啊、哦，好多少女，完了，是笑笑自爆了。笑笑说他心里面住了很多少女，笑笑已经自爆了，先现在，对，笑笑已经不装了，啊，好险，我现在心脏够强大。诚实是好事。诚实是好事，诚实是美德。太好笑了，坦诚是好。群聚先打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阿哲在说什么。群聚1992，你是说那个笑笑心里面住太多少女？群聚的话要先打1992。见你各种不一样的紫萱少女，哎，笑笑想要圆回来。反应过，对，我现在才反应过来。我刚刚说群聚什么群聚？要群殴笑笑吗？啊，不是，是笑笑心里的少女太多了。你的反应，对，我反应速度有一点点慢，请大家见谅。等不回来了呢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希望，我只是以为你们这样说。不要错怪我，不要把我的意思扭转，大家。绝对不是我说的，绝对不是，一定是别人提的，我只是恰好反应过来。对，我就是有时候反应很慢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耶，有时候又反应很快，好奇怪哦，脑袋有点不受控制。都不能超过5个人，对。这样子，你就是
子轩说的。没，记得戴口罩，室外不超过。Hello， 一姐。喜欢这首歌，喜欢啊。对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对大家的，子轩绝对不会这样的。Hello。看到那个笑脸，就会觉得很好笑，就是那个思琪的那个笑脸。我朋友他有时候也会打那个笑脸给我，真的是很好笑，就是那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我朋友也说他很喜欢我那一套，哎，就是头发后面发光的那一个。他还问我是怎么拍的，我想往前坐一点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请大家不要一直打，这样我会很尴尬。我在等，等某一天某人出现，直接嘴巴没有，还有倒着的。现在是emoji大考验吗？还好我都装可怜。如果我都会打那个两条眼泪的那个，还有笑哭的那个，我最常打的是笑哭的那个，笑然后再哭的那个，那是我最常用的emoji。还有那个闪闪，那个不是这个，不是，对对对，没有斜斜的，不是斜的。是那个眉毛这样子的那个，有点囧的那个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我也很常用那个两条眼泪的那个，我也常用，没有斜的，不是斜的那个，对，就是眉毛往下，然后笑哭的那个。嗯，我超常用那个，我真的每一句都后面都要加一个这个。还有闪闪。你们常用什么 emoji 啊？对，等于笑死，对对对，就是太好笑了吧？然后我打哈哈哈哈，都会打超多的，哈哈哈哈！我要表达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如果真的太好笑了，我觉得哈哈哈没有办法表达出，就是我觉得好笑的那个感觉，我就直接录我的笑声传出去。表达我的，真的觉得真的太好笑了。只用这个，哎，钢铁粉粉不错嘛。对对对，我真的会笑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打七个哈，嗯，都那件，都常用那个表示无辜。因为笑死不是嘻，然后。那个丝吗？然后小宋不是也是西跟丝吗？然后我现在打笑死，就会跑出小宋。然后我朋友要打笑死，也会打成小宋，因为他也常常会跟我说小宋。然后他要打笑死的时候，就不小心发出小宋，超好笑的。记录常用语，对对对，就是很好笑。两个人借的视线，小宋的也笑，没关系，小宋也常常，小宋也很爱笑，公司也会出现一些检查哦，哎呦，在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出现，对，音乐停了。
起到我身边，这可以出现，对不住了，笑死我就不顾一切的看向前我觉得对网页版的有影响耶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影响？但想不到你们也是用小上传呼耶。是啊，看子萱直播跳出的事情，后来就没画面了。画面都真的好，为什么会画面不见？好了，我没有用过。没画面有声哦，我是不知道，我没有用过网页版。谢谢贤仔哦，贤仔放的是小时候的照片吗？送的告白气球，小笑，小笑又改名了，现在该叫小笑了。笑笑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叫你笑笑的、啊？我记得好像你之前叫落日一笑，然后我就一直叫你笑笑。小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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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好奇怪啊！小笑，小笑跟笑笑真的差不多。那小贤，宋智笑笑，应该叫小宋。几分钟的人，感觉比较不好，对，真的。是你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我呢。小笑。没关系，我知道秀秀在开玩笑。时间就剩下我们，看渐渐结束，想尽责任的那份。今天也要唱歌。没错，是本子轩赐的名。子轩觉得不好念，因为落日一笑啊，落日一笑太长了，叫笑笑哇。刚刚好，完美。取很难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自动帮你改名。两个，对啊，平常你们的字都很好念，就不会改名了。我要现在利用空余时间先找今天要唱什么歌。我天气热了，人想睡觉，不想上班。好，我帮你想一个。我想一下，不想上班，你可以叫班班。我就把最后一个字变成叠字。还不错啊，不觉得斑斑很可爱吗？叫天天，天天不是，天天不是另一个斑斑，蛋包番茄酱。我大概懂子萱的取名道理，我就把大家的最后一个字重叠。没有啦，我会看
哪个字比较适合重叠？再搬搬来，记得好，我记得你了，你不能改名了，你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班，上班班。萱萱，我真的很少被叫萱萱哎，真的是很少。感觉萱萱就是有点怪怪的。过日一晒，晒晒。你就叫兔兔，可是小白兔就很好记了。哇，我这样子好像是染头发，哇，刚刚好，这样我好像挑染头发一样。萱萱萱萱，真的很少人叫我萱萱。哇，我这样真的很像染头发了耶！天哪，好，我爱上这个发色。对，我好像染发尾蓝色。平平平平不会怪啊。对啊，我这样有漂蓝色的感觉。我就有认识人的人叫平平。其实我这礼拜有练吉他，但是还是一样没有练得很好，有点不太敢唱。也在找吉他练，现在还没拿出来。我们先来听，让我想一下我要唱什么。可是我最近的吉他按的比较顺了。之后练好了，我会发文，发吉他的文。
钟就可以放一般的影片。哎，应该是蔡依林的日不落，应该是吧？那个，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这是蔡依林的吧？对啊，还有别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即使一张海的明信片。温柔，是他能给你更多。无聊抉择，不会自动变朋友。唱一下。就是这种，没有，我是在找女生版本的，因为我可能唱不了周老师的那个 key。Hello， 对，周杰伦 ，I know it。子萱常常听。不是主唱唱的歌呢，我都有哎、欸，我有时候会就是听一下，哦，好喜欢这首歌，然后我就会去找他的原唱。好像今天吃太饱了，我刚刚打嗝，直接生女 key， 哇！因为不是先，不是、欸、我有时我真的不是先听到原唱，常常在假如在哪里滑滑就听到别人翻唱，然后就会哇这首歌好听好听。几颗水饺？我吃了六颗还是七颗？今天。我这次就一次打完了，紫萱居然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说那个？啊，很少吗？不少啊。会啊，会饱啊。十到十五克。可能是我最近都没有在动的原因，我不太敢一直吃。好，日不落，拿远一点。哎呀，三十颗，哇，厉害厉害，三十颗真的蛮厉害的。天空的雾，绿的斑驳气息。我终于不是只有弹副歌了，我连前奏都弹了。终于忙完了，谢谢大家，虽然没有唱得很好，感谢大家的鼓励，谢谢。副歌小公主，我现在
在努力的尝试唱个整首歌。哒哒哒噔噔噔噔嘟嘟嘟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。再看看还有什么歌可以唱，可以唱。努力恋情中，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这里长茧了，因为我之前练小提琴嘛，就是也会这样。哦，对，为你我受冷风吹。日不落，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历史，觉得我绝对不知道的。日不落帝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快告诉我答案吧。这男生的我也唱过，大英帝国。好的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们下次可以考我，我一定会知道是英国的。我知道了，但现在大家你们在直播，然后每次都出一个，就是告诉我一个历史知识，然后下一次考我，耶、yeah。但我历史就会进步哦，积少成多嘛，大家。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寂寞的时候为你撑腰。不用拼命，就问个一两题吧。一切都不重要，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，很需要自由的时候有你撑腰，在我脸上一直都在。我要知道我唱那个好了，我怀念的。无敌战队，我不知道。因为英国以前很多殖民地，不管哪个时区，太阳都哦哦，好的，对，孙燕姿的，可以跟大家说，小宋有唱哦，大家可以去听听。一题太多只剩几百，是没错。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？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问我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得？自尊常常叫人拖着，把爱都拒绝，假装了解是把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
才是你的快乐。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得，自尊常常将人拖扯，把爱都曲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把真相太赤裸裸。当被逼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手都寂寞了。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，抱得我的痛。我记得你在背后，我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两只汹涌最美的烟火，最长的相拥，谁爱的太自由，谁过得太热乐，谁要走我的心，谁忘了那就是沉默，谁自顾自地走，谁忘了看着我，谁让爱变轻重，谁忘了要给你温柔。我怀念的我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。我放手，我让走，恰洒脱，谁懂我多么不舍得，太爱了，所以我没有哭，没有说。结束。我觉得电脑，听过子萱唱歌，电脑太低了，我都要低着头唱。现在这首啊，这首我不会，我止不住眼泪。为什么止不住眼泪？没有，这首歌感觉好听。这首是很红的歌吗？好像大家都知道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大明湖派。的时空有点重，重的时针走不通，曲风抒情，看我感冒，副歌知道了，拜托，希望我副歌知道怎么唱。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我好像听过，但不熟。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爱，微笑忍耐。好的，这列入我的歌单，希望我下一次会唱了。希望我下次会唱这首。
听一听，搞不好这首副歌也会唱。踮起脚尖的爱，好的，它现在成为我会听的歌，我觉得蛮好听的。窗外的天气，这我是唱过。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。哦、真的吗？我下次要唱的歌已经这么多了吗？我都忘记我要唱什么歌了。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，离开你不安静的抽离，不忍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你学会放弃。听雨的声音，一滴滴星星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，幻想给我勇气的人，你我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，无力的世纪想储存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我又止不住刚刚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。但是不太熟，泛起湖畔。笑笑，你真的很会很多词汇耶，我要跟你学习学习。谢阿和送的陪你看，等一下日出还日落，哎不见了，哦陪你看烟火，对不起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烟火我尴尬了一下，没关系，大家当作没有听到就好。以为是日出来日落，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
阿里山开始。What is this song?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。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你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作为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研究的美就不是错觉。为什么又要？为什么又再次流泪？笑笑，为什么 ？Tell me why？ Why？ 为什么？多又，好的。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。看这是要去哪个？为什么啊？笑笑对什么对胡情有独钟吗？后悔。我还有太多心愿。哦，电脑没有，羽毛笔没有关系。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中的影子不是错觉。那些年，那几天，那一夜都恍如昨天。这些年，这几天，这一夜，你让我失眠。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你的心碎。我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要经历过才知道感触。原来笑笑笑笑有那么多故事、啊、我们哦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寇桑也是对胡情有独钟是吗？怎么会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哦原来笑笑是个有故事的人，有兴趣可以分享分享，好不好？说出来心里会比较好受。我不懂，是年纪不够，是皮小皮。我怎么会跟你说？好的，等你。不如大家都还年轻的阿拉斯加的说完不要笑出来。好的，我会 流泪的。我会如果真的很感人的话，我就会为你 流下眼泪。我不小心流下眼泪也会装作一切无所谓。太厉害了，笑笑，这句话我学起来，但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流下的眼泪，也会装作一切无所谓。天哪，笑笑，你太厉害了！哇，太厉害了！文中的紫璇，
心理上的支持。哦，那是歌词啊，我还以为笑笑自己想的。哦，笑笑太厉害了，原来是歌词哦，哎。已经被扣响戳破了。你回忆海中，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。有一段感情还在。下面有哦，修澄清，哦、还打错字。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。若那一刻重来，我不哭。他知道我可以很好，我爱他，我轰轰烈烈在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碎，我绝不会忘，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，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，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，我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，最初的天堂，最终的荒唐。好绝对卡去，我已经在猜测笑笑要去哪里了，快公布解答吧，笑笑，你这次去哪里看虎了？但天哪，笑笑好好笑，不愧叫笑笑，果然很好笑，太有梗了。好了吗？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，如今各自在人海流浪。我爱他，轰轰烈烈最疯狂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，逃不开爱，越深越互相伤害，越深的。越多的空白，该怎么去爱？我爱他，轰轰烈烈最疯狂。我的梦狠狠碎过，却不会忘。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？都不肯醒来，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，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，我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，最初的天堂，最终的荒唐。哇，唱这首歌好累哦，又高又低。他的音阶这样的，我爱他的变很高。看看还有什么歌。我要倒个水，我倒个水。
听听看这首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过。有听过，但我需要歌，有歌词的。一人故事一人当，小丁做事小叮当。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听见冬天的离开，落在某边某月太低过来。我想我等我期待却不能因此坦白。天哪，是我喉咙沙哑了吗？唱不下去了，还是这首歌本身就低？我真的唱不下去耶，天哪，难道是我喉咙的问题？向左向右向前看，但要拐几个弯才哇，真的下不去。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一阵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陪着推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哇，我真的唱不下去吓死我了。我想说哇，我真的唱不下去，我用最低音乐还是唱不下去。我最低音到我好像不能唱很低的音乐，也不能唱很高的音乐。天哪，太难过了。向右向前看，哎呀拐几个弯再来。我对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害怕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。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。我跟着路，梦的入口有点窄。我遇见你，遇见你是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卡了吗？真的吗？哇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有星星？为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有人知道吗？星星，好酷哦！哦，哇，为什么没了？好难过，我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特效。哦，是片简单的。好的，我还以为是我的特效嘞。哦，谢谢扣场送的列车旅行。我以为是什么特效，旁边就有星星，那好可爱。之后就不会再变。看来大家都有共鸣。
真的要哭。笑笑你有没有真的有哭？不就是我们爱过的真实剧，差一点得了自己便宜，爱越被爱的一定成真，知道沸腾是一种缘起，但我无法完全走出自己，无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风险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也尽头遥远，让我让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被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是走失的路口，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我前面比较不会唱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是你已经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努力为你改变，却改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飞船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手的温柔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动我胸口，我不想哭，因为我想认输。我今天唱的感觉就大家听过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些年吗？可惜没有歌词。那些年错过的爱，错过的爱情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我等下会突然这样高八度又低八度，因为是男生的歌。无数回忆连接，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。大笨蛋，我知道那个。哎，我看那些年，我忘了看了三四次。哎，为什么？在学校真的？哎，为什么没有歌词？
哇，是网络不好吗？哦呦了。故意挑你温柔的眉，黑白相配的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做他，又爱着他？那些年错过他大雨，那些年错过他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让你付出世界，最初才发现，全世界滴滴点点，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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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的站在镜子前，不出细数歌单很舒服。应该的街，街头脱俗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那些年错过他大雨，那些年错过他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他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本来要去，但是没。真的，笑笑真的想去很多湖边呢。就是幼稚，就是幼稚，对啊，就是幼稚。我最幼稚，想把最多久？哇！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三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啊，笨蛋！我就是幼稚，对，我就是幼稚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，请让我继
继续喜欢你。啊，太甜了。看我看爱情剧的时候就会受不了。他不愿意放弃。哎，天哪，太甜了！看这种全联大叔，对，全联大叔啊，不对，全什么大叔？你让我继续喜欢。看想见你的爱人，我说哦，我也是。我们来念榜好了，看时间差不多了。没有心事，我妈妈现在的那个首推就是横滨流星，真的真的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，妈妈转推也不算转推啦，她就是韩国喜欢一个日本喜欢。来念榜吧，正推不是转推，直播辛苦，小送小送，好，我们来念榜吧，耶、yeah ！第十名是傅维，恭喜傅维，你是第十名。再来是第九名的阿贤，恭喜阿贤，你是第九名。再来是第八名的幻影战士，恭喜幻影战士是第八名。再来是第七名的 Cantano， 恭喜 Cantano， 你是第七名。再来是第六名的什么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恭喜不要生气是第六名。再来是第五名的阿和，恭喜阿和，你是第五名。再来是第四名的笑笑，恭喜笑笑，你是第四名。再来是第三名的贤仔，恭喜贤仔，你是第三名。再来是第二名的扣上，恭喜扣上，你是第二名。再来是第一名的吕冠，恭喜吕冠，你是第一名。OK， 从阿和开始吧，我涂个口红。
再来是仙仔，怕黑，我超怕黑的，我是就是最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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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，所以我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睡。可以读书，又来了。Fighting， 加油的动作。Fighting， 这有吗？这有加油吗？加油！有人要跟我 PK， 对不起，没有办法。等一下。这有加油的感觉吗？跟你击掌啊、哦！对，好，来击拳。睡觉都开啊，开着眼睛，这倒没有，这倒没有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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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下一个。我太喜欢这首歌了。再来是扣三。半开眼睛说真的假的？兄弟继续。又要被比掉了。那你要什么呢？比个赞。哇，这个我最擅长。给你一个尴尬又不失微笑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安安，再来是第一名，第一名的女冠，女冠，你要什么指定知识呢？黑服来个小恶魔。OK， 刚刚的紫萱。也从来没有资格，从来没有理由说你懂我。各种可爱姿势。为什么他不让我一直叫我说一下，是不是又凭什么规定我怎样发狂，从来没有一场说你懂我。哇，我好凶哦。听到这句话我会唱。对对对，大家记得要指定紫萱啊，那个新的那个大是大正时期是吧？记得要买我们六月的深写真哦，大正浪漫，记得要买六月大正浪漫的深写真哟，叫指定紫萱。你讲得好清楚，因为大正会让我想起那个瑶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？不能业配啊，这才是正确的粉粉嘛。
知道要指定几首。会的，我会发文。是现在业配照，我发业配照，他就一定要去指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会指定大家？会不会指定？我现在是恶魔，所以我可以施压。等下没有恶魔了，我就变成天使，变公主，公主不能施压了。哼，我现在选的是恶魔。不要被我抓到哦，没有指定的那些。谁还没有？谁还没有指定紫萱？自己出来，出来！被指定会怎样吗？嗯，哼，我会生气。发现了，竟然没有指定哦，太过分了！紫萱很生气，他现在想关掉。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很生气，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说，记得要指定紫萱哦。讲一句凶狠的，我想一下，讲什么凶？哎，什么凶狠的话？哼，我不理你了哟。好尴尬哦。我不行了，我的人。请不要使用尴尬又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对，请不要使用。那我感到也很尴尬。大家现在都用那个尴尬的微笑，但我现在也很尴尬。真的先不要，我也真的很不会。我知道，好，你们现在打一句话让我说，因为我想不到要说什么。找人群了 ，OK。哦，这个丑我，这个 Mina 的，我想，我找人群哦，你哦，不行啊，这个不太文雅，不行。再不指定紫萱，我就要把你们都打爆！嘟嘴生气不指定是不是不理你了？哼，不理你了，不能，我们不能打爆这样子，不能这样。再几个啦，不行，你们的句子都就这样 level 就这样而已，还没有到这样，大家再爆再造几个句子。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我怎么说起来这么中二？哼，不指定以后都不要来了。哦，哇，我刚刚那样是不是很厉害？大家有听到吗？有没有听到我刚刚念的那一个句子？是不是有感觉了？听到了对不对？哎，在，很厉害吧？就是很有那种坏学生的感觉。好，再一次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说起来就没有那个感觉，要很自然的说出来才有感觉。等一下，我先调节我的笑容。我说不出来了，不行，再造一个新的。对，你们等一下去看回放，就是会觉得有那个感觉。现在硬要我讲不出来。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更轻松。把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
这一点都不凶啊。下礼拜再不指定，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直播间了。等一下，笑笑你真的很好笑，你真的什么东西后面都要加上秃嘴，秃嘴生气吗？秃嘴，真的是我的笑点 ，get 到我的笑点，会上榜上一堆笑话。好啊，你们最好都不要指定，等着瞧。哇哇，好有感觉哦。我觉得贤仔也蛮会造那种句子的，就是我念起来就会比较有感觉，其他人造我念起来就还好。看垃圾眼神看垃圾的，我平常不会看垃圾，看垃圾的眼神，看垃圾是什么眼神？不行，太难了，这种东西。不指定我就关灯睡觉咯，拜拜。这个应该59分的时候，然后59分，然后55秒的时候我就说着大家再见，哼，然后就关掉。哇，这样就很有那感觉。啊，没有，我还不能睡，我等一下要做那个报告。嘟嘴生气吗？直接切吧，哼，我跟你们说，再不指定，再跟你切八段，这个还好。跨跨啥？跨啥？你没有指定我，在看什么啦？敢不指定你们就完蛋。哦敢不指定你们就完蛋，要帮我切啊？不是把是这个，我们这个切八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切八段，就是你要跟我切八段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讲，就是别人切八段，我就切了，然后变成爱心。哇，我好厉害！你用骂某某，我骂某某，我没有骂某某啦。我指定名单里赞，我没有骂某某，我才不会骂某某，太强了。哎呀，还好某某骂某某也没有骂我，他某某都是很甜啊。来，刚好来了，小宋的我怀念的，大家请听。有撩到，哎呀，记得以后想到切八段就想到我。我不想说话，请大家好好欣赏他的歌曲。我说他本还好啦，就是他是很可爱那种。嘟嘴迷妹吗？我在迷妹的时候，我不会嘟嘴，我也不会怎样，我就是，天哪，天哪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听完这个副歌，关播。镜头前面会收敛一些。好，结束，完美的，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要跟大家说 goodbye， 大家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
拜拜卡丘，拜拜幻影战士，拜拜笑笑，拜拜阿和，拜拜不啊不啊旅馆，等一下看不到了，拜拜 Ultraman， 拜拜燕，拜拜 Cam Channel， 拜拜思琪，拜拜朱世宏，拜拜杨叔，拜拜雅素，拜拜阿德，拜拜逸晨，拜拜豪雄，拜拜寇桑，拜拜阿佳，拜拜雷库瓦，拜拜火云邪神，拜拜阿春，拜拜沙鲁，拜拜变成新鲜柠檬，拜拜安，拜拜飞高高，拜拜钢铁粉粉，拜拜沙鲁，拜拜阿仙，等一下，拜拜，海豹欢乐颂，拜拜佳作 ，OK， 拜拜九蛋，拜拜雨萍，应该都念到了。哎，看到什么鹰头猫是吧？好，拜拜，现在大家拜拜，下礼拜见。